我们现在为你访问到沈家的，这个怎么说呢？请他自己说吧。我仅代表我们沈家在美国的分公司跟大家台湾总公司拜个早年，拜个年，祝大家新年愉快，万事如意。今年很抱歉不能回去跟大家一起围炉过年，但是我们人虽然在美国，心都在台湾。3月3号考过公民以后，爸爸就不能选总统了啊！小伟、小雨也不要想选立法委员了啊！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